大家好，我是茶。大家好，我是鼠。今天要来吃我们的好朋友 Athena 帮我们从德国带回来的德国软糖，空中取物，空中取物。哇，今天要吃德国的软糖的话，按照惯例，当然一样是要讲德文。可是我们不会讲德文，那我们就只好有请我们的 Google 小姐来教我们德文软糖。软糖怎么讲？你先搜寻一下，我先搜寻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软糖。白雪蹦蹦。什么东西？好奇怪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白雪蹦蹦。白雪蹦蹦。我们今天要试，你念一次。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白雪蹦蹦。那我们先来试吃酸度一星的开始。Rainbow 啦 ，Rainbow Fizz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是念 I？ 它看起来就很像 I 啊，到过来的 I 啊，不到过来应该不念 I 吧？彩虹怎么讲？彩虹。Rainbow。再次。Rainbow。所以是 Rainbow。嗯，我把它打开了。哎、欸，好香哦！里面有夹心哎，那夹一下夹心。里面是有 sandwich， 就 sandwich， 这是英文吧？夹心就 sandwich， 它是德文的，德文是 sandwich， 有 sandwich 的 rice bonbon， 这个是蓝色的，夹心还蛮漂亮啊，飞出去了，掉下去，绿色的我爱吃绿色，然后我想知道绿色怎么讲，green。它是 green， 哈哈哈哈，那被吹了 ，green， 就是 green 啊 ，green， 哈哈哈哈，像那个鸽子哦，不是鸽子，还是那个猫头鹰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吃这个三颗星酸度的，这应该是最酸的，绿色的，它是一片一片的，哦，它比刚刚那个更硬哎。但是酸度有三倍吗？好像没还好，我觉得跟刚刚差不多哎、欸，但蛮硬的。哦，这个老人家可能没办法。绿色这一包，这个是好吃，软软的，它的软硬度刚刚好，不会太酸。但是这一个的话就，我觉得过硬。再来呢 ，Gummy Bear， 啊，它后面好像有一个鬼、欸，那你有没有擦熊？熊哦 ，Bear， 哎、欸、，Bear， 就是 Bear 啊 ，Bear。Bear， 不太像一般的那个 Gummy Bear 的味道，不是软糖的味道哎、欸，好奇怪的味道哦，有点药草味耶。它是一个幽灵啊，绿色的幽灵，好像在咬橡皮哦。对啊，那蛮硬的。啊，那红色的是桑葚，那你帮我尝桑葚。毛会闭合。毛会闭合。毛会闭合。嗯，还好。这个熊。又是熊的，比较正常一点哦。这里面还有写各种口味啊，那明明就是它的名字。哪是是口味 ？Emma， 然后 Elton， 然后 Mia， Ben 跟 Freda 是啊、喔，对啊，是他们的名字，好不好？那是口味。你刚刚是吃的谁？黄色，黄色的。你刚把 Emily 吃掉了。哎、欸，这是好吃的、欸。我要吃 Mia。你不觉得给软糖取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？我要把 Mia 吃掉。好吃，我不喜欢，我觉得太甜。下一包我们来选小精灵了啦，蓝色小精灵，大家应该都很期待这个蓝色小精灵，而且蓝色小精灵有帕帕，它应该就是叫 Smurf 吧？有哎、欸、，Slurmfer， 感觉它这是它很硬哎、欸，它虽然硬，但是它是咬得断的那种，但是就是很黏呐、啊。它不太像是在吃软糖哎、欸，比较像是在吃那个宁可吞。蓝色小精灵再讲一次。Strengthen Wahi Boom Boom。哈，你不喜欢哦、喔？我觉得它黏牙齿。我觉得口感还蛮特别的。最后一包是轮胎，超期待的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要不要查一下轮胎？轮胎。A hive。啊 ？A hive。我不会念哎、欸。A hive。Hive， 发音的都。哎呦，它有一种焦掉的味道，哎，会不会是轮胎口味吧？啊，我知道，很像豆干。
试试看，好像很硬的样子。真的，它就是大西豆干呐、啊！那什么是大西豆干？它里面真的是大西豆干的味道啊！哎呀，怎样？它是咸的。对啊，它是咸的啊。这个我不行，我知道它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八角，卤肉的那种八角啊。不是大西豆干吗？这个我无法哎、欸。惊魂未定的样子。好吧。我觉得儿心长在整我们呢、欸。再把它推回去给儿心。那今天你要选一包你最喜欢的。我最喜欢的、哦。我要选这一包。我比较喜欢这个有夹心的。今天德国软糖。再讲一次。Wahi Bong Bong。德国然后再加 Wahi Bong Bong。德国就 Deutschland 啦。今天的 Deutschland Wahi Bong Bong。试吃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你没有写试吃哎、欸，我们要一整句德文。Versuchen Sie Essen。Versuchen Sie Essen。啊，从前面就开始德国软糖试吃。德国我忘记了。Deutschland。哦，今天的 Deutschland Wahi Bong Bong。忘记了。今天的 Deutschland Wahi Bong Bong Versuchen Sie Essen 就到这里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支影片，记得给我们一个喜欢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Versuchen Sie Essen